度就是探索过，因为它有很多随机事件。哦，对啊，像刚刚我不是说什么你怎么没有遇到那棵树？嗯，对啊，因为刚刚其实陨月打完这个之前，我们就遇到那棵树了。对啊，但是你就是没有遇到。哎、欸，要重传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而且技能对我没买到，而且我那个教堂一走出来不是长这样，随机的道路随机的吧？对啊。好像是长这样，我也忘了啦。我现在刚刚在整理厨房，我现在手有四神汤的味道。四神汤的味道，还有没有东西？有没有白白东西在爬？嗯，对，对，那个就不好说啦。哎，就好了，可以开始看地图了，看哪边没探过就走哪边。好，出门往左边走，往左边走。哎、欸，怎么地图又新的了、欸？没有啊，我看是有探过的啊。啊，我刚重进了啦，我刚重进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好。啊，拍谁？在人家前面。哎、欸、，BOSS 出来的声音，小王。哎呦！哎、欸，两只。哎呦！过分了，过分了，怎么可以在人家面前那样子？啊！哦！是了是了。怎么还在炸、啊？怕线啊，怕线啊！对了，我派给你。对，这里面应该戴个眼镜啊，感觉。你戴一下。我用狙击的话，哎，吓死我！想着怎么会有怪跟我同时传进来，一起跳进去。对。他们听到脚步声。上面这里小怪，小 boss 哦，我的水晶靠这只小 boss 哦。哎呦，好痛好痛！在哪里？我来呀、啊、我来呀、啊、我来、啊！在桥，在中间桥上。哦呦！哎呦！啊？哦，完全走错地方啊！还敢跑啊？你好像有点眼熟啊！哦，痛啊！是啊，他被打一下，被打一下，震动一下，我反而瞄不到他的头。捡枪，我上去找捡 boss 东西。好。哎、欸，感觉是大东西的声音。我刚刚没戴眼镜，没错。你们喜欢看我戴眼镜还是不戴眼镜呢？我觉得戴眼镜比较好看，比较可爱。真的吗？我敢拿机关枪的啦！从此不戴眼镜，我才不可爱。戴什么眼镜啊？眼镜怎么不好看？我的天哪、啊！那 boss 是卡在那边的啦。我在上面狙击得到他。好的。哎呦，下面被偷袭，我被下面偷袭了。哇，这个流光水晶的。好像可以那个多一个龙心，你多一个龙心了？哦，你那个了？光水晶是那个吗？是要主要是要那个什么硕你什么东西的吧？对，那个也是打完 BOSS 的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刚打完那只应该会有啊。我没拿到吧？来上面补血哦，上面补血哦。哎呦，补血！我要去干嘛？我要去干嘛？哇、哦，终于回来了！啊，那个人嘞？那干姐嘞？在底下，在下面。你是在跟拿机关枪的玩啊？我不知道在哪里啊。不知道在这里啊。好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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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里还有啊？我来呀、啊！我在这啦，底下啦！啊，他看到我了！
枪来啊！我看不到他了，看不到他了。然后我大枪子弹快用完了，啊，他死了，下去啊！下来了，我来捡了，我来捡了。好了，大眼镜有点呆呆的感觉，什么东西啊？要带团团那种吧？对啊，下次可以借团团的再带看看。欸、不过团团的眼睛都很奇妙哎、欸，戴到后面都歪掉哎、欸。压到，应该是有压到吧？对啊，应该是压到。压打压打。没逛完吗？看看哦。哎、欸，这里有路吗？这边。哎呦，这里有，这里这里这里有路。这边可以再走过去。哦。怎么了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发信号弹是不是？对，我在找什么信号弹东西。哎呦，影院找错路了。我这里也有人，我这里也有人。哇哇哇哇哇！你怎么这边路上变一堆了？等一下，我先捡个东西啊！我等下过去跟你们会合。好了，我来了。玩 Skyward 的吗？没有。Skyward。好熟的名字哦，就是不是空、欸、怪物会重生？有啊，你就摸了那个水晶之后，就会都重生。嗯，我拿机关枪了吗？这个，这个啊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什么？我是应该先克隆，先再喝那些什么草药汁之类的。感覺东西每回合都会恢复啊，啊草药知识你要自己另外买。对啊，可草药知识才50块而已啊。没有啊，一个送你的，一个50块的，你要选哪一个？他这个意思吧。但是如果安全状况下，我会喝草药，我会想说慢慢喝草药回、欸，因为龙性就是很紧急的时候在吃的啊。也是、欸。哎、欸，这边好眼熟，等一下。要不要跟那個你说什么树长讲话吧？那个树还好，那个树很简单，很眼熟，我是觉得这边很眼熟而已。这怎么亮亮的？啊！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真的没事。我只是想起了一点点东西，但想不起来。想起了一点点东西，但想不起来。没有，反正这边很漂亮。纠结一口，纠结一口。隘口吧，啊！隘口，你们看到这个东西，这上面这个东西，啊，装饰品而已。好哦，我以为它是什么可以打、啊。哎、欸，前面那是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有看到那个？那个是不是就是要强化龙心用的？哦、oh, 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你是逆袭像，逆像啊，逆像，逆像了，逆像，诶，这真的都是要一直开地图自己找，嗯，哎、欸，谁射我？嗯，不是我，我没开枪，我刚刚你过去的时候我停止射击啊。我刚射到吗？刚伤害显示是在下方，所以那一定是表示在后面。有射到吗？我停止射击哦。看到怪物停止射击，看到队友开始射击。啊！后面原来是后面有人。哦，那个，这个很可爱哦。这个
这个很可爱啊！可恶，死了。很可爱，他把我快弄死了。哇！哎呦！因为我刚刚就在找小王。哎。boss。他为什么是炸我？这个要滚，这个还是躲，因为他会射。啊、靠边呐、啊！才讲完。好了。哦，咳嗽，不好意思。咳嗽，那、啊、咳嗽就喝黑色的那一罐啊，就好了。啊、那个是润喉的。酒喝个。然后我看一下里面。哦，想起这一关了啦，这关就是我刚刚那个很像树枝的那个的 boss， 他很可爱。对，我也是花了三次才打赢他。啊，蛮好打的，就只是一样要一直躲而已。小怪，对，又是小怪一大堆的 boss。他一样又是叫了几波之后，然后跟着小怪一起来。嗯哼，啊，然后他跟风滚草一样一直滚滚。风滚草，真的啊？好哦，你要看到就知道了。再一次的疯狂啊！你们怎么箱子看得不开？没看到，我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哇哦，这样进度真的是一样的。疯狂草，疯狂草！哎、看到哈？这是疯狂草哎、欸！没子弹。棒！我这里有个装备，紫色的。你捡就好啦，你捡我们就都捡起来啊。哦，面具哎、欸，他记得、哦、有亮子面具，他记得，有了，才加一而已，什么加一？再升就好了。你对啊，你这样就整套啦，我可以穿制服了。耶、yeah. ，就探完了再。哦好，那边探过了。装备，我听到有怪在叫的声音，来了，棒，死了。我回去再换好了，没关系啊。嗯还没升级，等一下有水晶可以让你摸、啊。boss 前应该快到 boss 前了吧？对，快了，水晶在前面了，这可以敲吗？哇！没东西，没东西。啊，其实是因为要调作息，不然我进度可能会再玩很多。你又在往前推吗？啊对啊，可是。我觉得一个人往前推又觉得有点驚驚，惊惊，惊惊，对啊，怕遇到太强了。我们大家一起研究怎么打，感觉比较喜欢。嗯，这种游戏就是要跟大家一起玩，比较有乐趣吧？对啊。好了，再来就是可以摸石头了，打 boss 了，打 boss 了。怕 boss 啊，动脉，动脉，动脉。记录点在前面，然后旁边有东西可以捡。第一次看台，你好，你好。看，又是那个雾。你好，又是那个云，那个雾啊，那个云，那个雾。噔噔。噔对，哎、欸，你不知道回家吗？哎、欸，啊，你不知道回家吗？欸、你不知道回家。回家对哈、啊。那你不知道回家？回家强化装备。正在确认第一名，快速旅行啊！哦，你们控制。有人点了，有人点了快速旅行的话，其他人就不能点。我点到了吗？对。我正在等待另外一名玩家确认呢、欸。我之后。我是选择快速旅行而已啊，我没有按啊。那就是你，我现在没有画面可以按的，就是你啦。好，那我就自己我来按，我按。嗯，我想说他不是就看谁点进去快速旅行才会开始哦。你看，另外两个坐下来就是坐在那边，然后没有画面跳出来。对啊，等待。想了解台规，乖乖的，乖乖的，尊重、包容、友善，友善、包容、尊重。
快点，枪铁！啊，走反了，走反了，白痴哦！被你推了一下，发现。干嘛啦？你铁给他，他要充装备啦。啊！被爆头了。哦，铁车这边卖铁啊？对啊，有时候有不知道啊，他也会卖铸铁。哎、欸，那位观众、哦，你昨天教我拿机枪的那位不是机枪啦，冲锋枪的那一位，铸铁要怎么来啊？除了用买的，打怪打得到吗？感觉打得到啊，只是对啊，我们还没有到那么强。哎、欸，我要先去升级我的龙心。给你过。也不是说不能开车啊，是不要一直开车，一直开车，一直开车，开太多，你知道就是，就像你喜欢吃蚵仔煎，你每天三餐都吃蚵仔煎，你会不会腻？只吃蚵仔，跟你讲，腻死。只吃蚵仔超腻。好了，我也是，我生了。适可而止，这样子，适可而止，适量，适可而止。想要看你能升级什么东西？龙心哇哇炮型。跑行，跑行。这边，觉得他很像那个谁，咒人，那是叫什么术士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驼背的，然后背后魔兽的，对啊，忘记叫什么名字，三个字。哦，古尔丹。古啊，对，古，我就直接古什么？对对对对对，背上刺刺的，又驼背。古尔丹，